哪个？终于显得你不高了。您看到对面的这些门窗都有做处理呢，是作为咱们常用的一些房间。您看到有棋牌室啊、乒乓球室、台球室、唱歌室，这边都是在饮用的。他现在早上呢，基本上都是他们就不会来，就有一些打台球的。下午呢，3点到4点的这边有一个唱歌的，咱们老年人都会几个乐器。还有唱戏的、大合唱的都有，非常丰富了，活动非常丰富。好，在您左手边方向，就是这边，就是咱们的一个著名景点——温家宝总理当时在这边拍照的牧童指处。啊，对，咱们可以在这边简单拍个照，咱们摄影师来，来，给您简单拍一个照，咱们做了一个。来，手放下来，再站一站，走，地方蹲一点。这个鞋子现在这么高的站在第一块，来看我，手放在腿上一下，这样放的。